大鹏啊，等会儿打掉机枪以后，就把手榴弹全都扔进院里。是。大伙听着，咱们这回是假打，只允许打五分钟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这些土八路只是一部分小分队，主力在攻打连队部。小队上！
小川中队已经在路上，几分钟就可以赶到。是不是把山木特别行动队调过来？咱们怕是挡不住王木峰这些人。放心，山木不能动，这是王木峰的调虎离山之计，我们绝不可以上当。嘿，